你今日来得真巧，乔姑娘，是你来晚了。方少侠，此间事情颇为复杂，并不全如他们说的那样。当然，我一直都相信李相宜。 今日多谢小姑娘了，晚辈告辞。这都是你安排的。你在说什么？山谷刀房中早已不见了这棋盘，是你特意找回来的。没错。 为了抹黑他，你竟不惜做到如此地步。我不过就是抛了个引，就引来这么多人的不足。这天底下恨李相宜的人这么多，难道也怨我吗？我本以为需要些时日，你终能放过去一吗？是我错了，我们的婚事。 背着心结，终究过不了接下来的日子。阿面。